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。随着古装剧市场的持续升温，一部名为《长安二十四计》的权谋巨制自官宣以来便备受瞩目。该剧以大唐盛世为背景，讲述了一段波诡云谲的宫廷权谋故事，而男主角的扮演者实力派演员程毅，更是凭借其精湛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，成为了该剧最耀眼的招牌。近日，《长安二十四计》剧组再次传来重磅消息，女主角人选终于尘埃落定，由近年来迅速崛起的灵动女星周也担纲。这一消息瞬间点燃了粉丝们的热情，程毅与周也的首次合作无疑为这部古装权谋大戏增添了更多看点。自《莲花楼》播出以来，程毅凭借其深入人心的表演和对角色的精准拿捏，赢得了广泛好评，成功在武侠剧领域树立了新的标杆。而此次转战古装权谋赛道，程毅更是展现出了其作为全能演员的无限可能。从曝光的海报来看，程毅的眼神深邃而坚定，仿佛已经将角色的复杂情感与权谋智慧融入骨髓，令人期待不已。而女主角周也的加盟，更是为《长安二十四计》增添了一抹亮色。周也以其清新脱俗的外貌和灵动自然的演技，在众多年轻演员中脱颖而出。虽然有人将她与张婧仪相提并论，但周也独有的灵动气质和多变形象，让她在影视圈中独树一帜。此次与程毅携手，两人将如何擦出不一样的火花，成为了观众们最为关注的话题。据悉，《长安二十四计》不仅拥有强大的演员阵容，其制作团队同样实力雄厚，力求在服化道、场景布置等各个方面都做到极致还原，为观众呈现一场视觉与情感的双重盛宴。随着女主角的正式公布，该剧的开机拍摄也进入了紧锣密鼓的筹备阶段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就能一睹这部古装权谋巨制的真容。此外，程毅的多部待播剧也引发了观众们的强烈期待，《英雄志》《狐妖笑》《红娘王》全篇以及《富山海》等作品，每一部都各具特色，涵盖了不同的题材和风格。尤其是《英雄志》，据传已花落某知名视频平台，并有望跨年播出，这无疑为程毅的粉丝们带来了更多的惊喜和期待。随着《长安二十四计》的逐步推进，程毅的演艺事业也将迎来新的高峰，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位实力派演员在未来能够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，继续书写属于他的辉煌篇章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